儿媳妇啊，起来吃早饭了，妈给你做的最爱吃的大羊腿。妈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那里有一堆衣服，你能帮我洗一下吗？行，我这就帮你洗，羊腿我给你放这了啊，一会儿别忘记吃。谢谢妈。你看嫂子，这都几点了，她还不起床，还让妈把饭给她端到床头边上。爸，你看她还让妈洗衣服。儿媳妇，起床。爸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在这睡大觉，让你妈去洗衣服，你到我家是当公主来的？爸，你别生气，今天我人有点不舒服，衣服是我让妈帮我洗的。谁不知道躺着舒服啊？都不知道我儿子娶你来有什么用，去自己洗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抓紧。老伴儿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让他洗。你个老头子，跪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别吐。哎呀，你坐下。程程今天不舒服，我帮他洗个衣服，怎么了？你别那么刻薄。什么？我刻薄？就是呀，妈，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回你屋去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啊，妈，我忘了，我约了小姐妹做美甲，我走了啊。老头子，你就别无理取闹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无理取闹？他在家里带孩子、洗衣服、做饭，这都是他应该做的。他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咱让他娶她来干什么？让咱儿子把他踹了，再找一个吃苦耐劳的。我看隔壁的小花就不错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。程程是咱娶来的媳妇，不是买来的菜，说扔就扔，说换就换。她是咱孙子的亲妈，儿子的媳妇。我们既然把她娶回家，就要像亲闺女一样对待她。我也做过儿媳妇，你非要把我曾经的痛和流过的泪强加在下一代人身上吗？还有，我们作为长辈的要先付出，才会有回报，才会让儿媳妇心甘情愿的感恩我们。你呀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程程，咱不洗了，来，跟妈过来，坐。刚才都是你爸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妈，不会的，您等我一下。妈，天气转凉了，每年到这个时候您都手脚冰凉，这是我给你买的艾草足浴包，您泡一下。程程，你回房间休息，一会儿妈来帮你洗。嗯，快去吧。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。